干嘛？有情况。四 AP， 这对面这把出个魔抗，我们不完了？要迅捷！要迅捷！先学个 E， 先隐个身，加上攻击速度。点进草，我去前面看看。点进草，点点点点进草，再点隐身，点进草，点隐身点点点，恶心你！整装待发。抠，对面啥下路啊？蓝枪加石头人儿。点，走，天爵来了，直接隐身，反正你打不着，咱们就在这里玩，反正你打不着，咱俩就在这里耗，我无所谓，你喜欢耗咱就耗，反正我有药，耗就耗，来兄弟，喜欢耗那咱就耗，我就在下面来了，先杀盖伦啊，点岩抠来把盖伦杀了，哎，他在这还跟我耗上了，还抖抖双杀，闪现点再点死了吧，哎呦我操，这没死啊，哎还得往下走吧，这哎他怎么回血了，我的天哪，赶紧隐身啊，情况不对，哎我没想闪现，我以为他死了你知道吧，哎我好难受，我这双帽没拿着，我的问题，这波我的问题，我这想省技能了，对他技能刚好回来一下血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本来我们双杀的，失败了。你咋的呀？我这自盲不让你难受啊，疯了吧你呀，先插个眼儿，有情况，我们给上路动满雷，让别人根本没办法来，知道吗？先来一个遗失的章节，
出发。要迅疾。是我在打敌。又找我拼，疯了吧啊！这不烫死你？再放个雷，再放个雷。再放个雷，天爵要来就先过我的地雷阵，走了。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差100块钱，挺难受。我买俩药吧。炸一下，炸两下。有情况。你看，俺们家是不是又劣势了吧？你积木一玩，队友就劣势，我跟你们说，可难受了。这英雄，这英雄玩我就没优势过，永远的劣势，老难打了。等你大面具出来以后，哎，蓝林汉的虎鼠出来以后，游戏结束了，直接给你家推没了，所以就不乐意玩这英雄。点兜点点，而且人家魔抗慢慢写了以后，你就有点打不动了。看着盖伦没？都有点干不动了，现在。走走走，闪现，走，打呀！这两个斩杀，两个人全水银血，我天哪！这俩人全是水银血，我的妈呀！跑都跑不过，没个跑。而且两个斩，40%血直接给我斩死。谁给下当的？还是辅助下当？嗯，还行，知道人死了。1、2、3，要迅捷。
他们慢慢发育，吃他傻皮，我也不耗你的血了，我耗血也没用，我耗血他也不咋掉血，这波能耗就先耗一手。哎，他怎么不打了呢？艾克莱莎吗？杀我啊，就你有人呗，小伙子，我没有人，我永远没队友，是不是啊？给你狂的，你瞅瞅，先打个眼儿，打破溜走，你能追上我，我就让你嘿嘿嘿，怎么样？算了，回家了。1665，打个蓝去。是长官。拜了个拜。走走。走，玩死他！那前面有雷，小傻瓜，往我的地雷里边冲吧，你就。先决踩雷了吧，啊，我们再吃一层塔皮，算了，回家了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他已经被我的雷给引过去了啊！我看你能猜多少个啊？我还有一个呢，你猜吧。来个红宝石吧，塔没了。听说基姆对西地无敌，你可拉倒吧，无什么敌无敌，那对西地还哪有伤害，这就只是西地快，这并不能是无敌，你知道吧。我们直接去对面野区开种。先把上塔拆了，这样我们种的能好一点啊。要迅疾。快点把上塔拔了，真慢呢，这拔塔呀！我去前面看看路。我希望盖伦走了，我不希望盖伦过来跟我们一块儿，跟我们对线，我不希望这盖伦过来啊。我们直接过来，先种个雷，把这波兵线清了。整装待发。听说你很能扫啊，兄弟，看你扫不扫得过我的捡西地。
中团一波。这戴伦我也不知道凭什么一直在这带线，你说他狠吗？你很厉害吗？啊？你干哈呢？这咋这么伤害？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我的天哪！给我秒了！哎呀，我天哪！这我没想到啊，这确实是有点猛。俺是 double 了。俺是 double 了，往下走一波，又一波 ADC。谁俺是 double 了？种满我们的蘑菇，去对面打个蓝去，加点减息地。拜拜，给我扣他来。可以往前追，兄弟。漏人来了，大哥。没关系，这里头。别说话，别出声。我不太好动啊，我现在不太好动。石头人应该走了，我估计。快跑！啊，来人了！哎呦，是真能追，这也能追，我的天哪，太难了这。那石头人还往这边打过来了，让他走一波呀，兄弟们！直接回家呗，不行，直接回家就被人看见了。哎呀，这盖伦都13级了，我得带带线了。关键跟他们去这团战也拿不着啥人头啊！你咋的呀你？这也太痛了，你给我把他杀了，难呐，家里头有个人儿啊，兄弟们呢，这都干家里头来了。得大呀，还行。
拉克斯被人堵住了。快溜！扣一下，艾克上了，那盖伦都上高地了。不是 Team 废了已经，我这么出装，人家出魔抗的话，肯定是有点打不动的。那100%打不动，你就这盖伦他出完挺劲，出完一个水银海照我脸上就开始冲，我们都打不过他。没事，死死吧，问题不大。星界驱驰差200块。这把靠谁？这把靠艾克。用蘑菇来恶心死人，你炸人都不掉血，你咋恶心人？你说，而且那扫描，现在我42%的减息地，一个扫描基本上给我4-5个雷还没了。而且如果一直打架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被杀，被杀就没有办法再放雷了，知道吗？你咋的呀你呀？你说你，扣他。先把石头人给他炸死，抠抠的。可以追，哎，闪了，男枪可以杀，把他往我雷上引呢。哎呦我的，这什么虚虚呀？这跟我搞事呢？这虚虚太高了，这玩意儿。这玩意儿能是啥呢？这是，看看啊，这个15来这法强又加冷却缩减的，只有这个了呀。有没有20 CD 的？没有，就这个，先来个这个吧，来个小布甲。蜡石之牙呀，蜡石之牙已经不加减息地了，兄弟。这根本这都不看版本更新。巫妖也没有减息地。整装待发。
盖伦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快跑，这蓝枪过来了，赶紧撩，这蓝枪可太猛了。别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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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他们要走的必经之路上放上雷啊。先把石头人杀了，哎，可以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波可以尝试打，这波可以尝试打，能 Q 中吗？哎，关灯了，有点烦，这关灯。这波可以打，我来截住他们。哎，我有加速。大龙打不打？大龙打不打？大龙打不打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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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面想过来是不可能的。来，我排上雷。来呀，这可以来呀。哎，千珏好像在这里呢，千珏是不搁上面呢？先来个沙漏啊！啊，这玩意儿也行，出个重伤也可以。整个小件儿，要不算了，先重伤吧，先来个小重伤。把沙漏跟那玩意儿弄朋克巨链给它涂了，不是，炼金科技。纯化器，这边龙魂了，整装待发，出兵仗，我看你像兵仗，你看我像不像兵仗？哎，我的妈呀！石头人是真恶心。哦，石头人儿，赶紧回家！对面四个扫描，我放俩雷估计应该就可以了。剩几个人？还剩俩。这干嘛呀？这像精神病似的，这俩人，你瞧这精神病是吧？啊！这给我追的，这给我追的，给我追完了追的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把要想往快乐了来，咱就出点别的；这把要想往赢了来，咱就得出法阵帽。我不炸过去了吗？我直接过来点他。不上了，不上了，不上了，算了，回家了。我把这蛤蟆打了，回家了。重伤得要，沙漏得要，法阵帽得要。哦呦，可以！走走走走，太幼了，打不动啊！你怎么回事啊你啊？
大龙我估计够呛了吧，那蓝天应该去打大龙去了，够呛了。那莫干辣也不知道干啥呢，你说你去看一眼去呀。哎，别打大龙就行。你要打你妹妹，你是真可恶。哎呦妈呀，这蓝枪咋这么猛呢，这哎，他在打什么东西啊刚才啊。哎，刚才这蓝枪为什么能开出来枪啊，这石头人你看跟个鬼一样。蜡石加制造者才是核心。什么制造者？哪个是制造者这件装备啊？蜡石之牙是50%攻速，100法强。什么是制造者？蓝枪被致盲，平 A 是反向的，是吧？我说这 A 什么东西呢？